第一个特色，那第一个特，那我看到第一个特色，那就是这个球形云台的部分。那我看到第一个特色就是它上面有一个球形云台的部分。那我看到第一个特色就是它这一根。那第一个我看到的特色就是它这个自拍棒上面有一个球形云台的部分，所以你不只可以放你的手机，你还可以放你小。那第一个我看到就是这自拍棒上面有一个球形云台的部分，那它不只可以放你的手机夹，还可以放你的小小的口袋、小相机呀、啊，都可以放上来。像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你的口袋，就像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你的口袋机也放到这根自拍棒上面，然后你也可以轻松的来调整角度，就不像其他自拍棒可能只能。就像这样子，轻松就可以把小小的口袋机放上来。那你的角度也可以轻松切换，像是横的跟直的，也可以轻松的来做切换，超赞的。就像这样子，那你。那就像这样子，就可以轻松把我们的口袋机放到我们自拍棒上面。那接着我们就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轻松把我们的口袋机放到自拍棒上面。那我们还有一个球形云台的部分，我们也可以轻松的做直拍或横拍的部分都可以。那你的角度切换也可以轻松的来做调整，真是超方便。Jesus Christ。就像这样子，轻松的就可以把我们的口袋相机呀、啊、，Jesus Christ，那这根自拍棒第一个我看到的特色就是上面这个球形云台的部分。那这一根三角自拍棒，我觉得，那这一支三角自拍棒，我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球形云台的部分，那它不止可以放你的手机夹。那第一个我看到的特色就是这上面有一个球形云台，那它不止可以放你的手机的手机夹。那第一个我看到的特色就是这个自拍棒。那第一个我看到的特色就是这三角自拍棒上面有一个手。那第一个我看到的特色就是这三角自拍棒上面有一个球形云台的部分。那这个球形云台，你不只可以放你的手机夹、手机的部分，你还可以放任何的小小口袋相机。那第一个我看到的特色就是这个上面有一个球形云台，那你不只可以放你的手机夹、手机。那第一个我看到的特色就是这上面有一个球形云台，那它上面有一个四分之一螺。那第一个我看到的特色就是这一根三角自拍棒上面有一个球形云台，那它上面不只可以放你的手机，你也可以放你的口袋相机、小小相机都可以。第一个我看到的特色就是这根三角自拍棒上面有一个球形云台。那球形云台上面不只可以放你的手机来自拍，你也可以放你的口袋相机，像小小相机都可以放上来。就像这样子。就像这样子，口袋像，就像这样子，小小的口袋机都可以放上来。那你也就像这样子，那你也可以轻松变换角度，因为是球形云台的话，你要就像这样子，小小口袋机都可以放上来。
就像这样子，小相机都可以放上来。那我们的球形云台，你也可以轻松的做角度的切换，跟直拍跟横拍的切换都可以轻松做调整。然后这根是，那因为这是三角自拍棒，所以我们就来自拍一下。哇塞，这有点长诶。那因为这是三角自拍棒，所以我们就来自拍一下。OK，这个自拍棒有点长诶，你看，